相信你们啊，一定会啊，出色的完成啊，履行好你们的神圣的使命。也希望你们，也希望第三医院的全体医务工作者，首都的全体医务工作者，全国的全体医务工作者，都能够啊，信心百倍的打好这一场阻击战，啊，总体战，打好这一场人民战争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，一定会胜利的。